男子你打过人一巴喎，系咩事咧？唔止一巴。哦，唔止一巴添啊！系咩事啊？你真系好鬼劲喎！就跟住讲完就算啦，啊 skip 咗啦，我讲咗啦，啊唔止一巴。咁我至少答咗啦，系咪？呢个算唔算系你最激嘅一次行动啊？算唔算啊？我话俾你听，我好嬲，系因为我嬲个男人。我嬲个男人系呃我。54岁前港姐亚军陈淑兰，当年喺星爷嘅电影《家有喜事》里面饰演嘅舒娜非常深入民心。佢喺戏入边碌床单唱金丝雀嘅一幕，至今都令人难忘。男子入行多年，有过唔少恋情，当中最广为人知嘅系佢同方中信嘅一段情。据知当年佢哋系娱乐圈中共认嘅一对金童玉女，不过由于两个人嘅性格都比较火爆，所以经常有争执。有传后嚟系因为莫可欣嘅介入，导致佢哋四年情断，分手收场。最后方中信更加同莫可欣结咗婚。事隔多年，近日男子坐下好友网络节目嗰阵，再被提到呢件事。有网友重提当年佢怒刮第三者莫可欣嘅传闻，不嬲快人快语嘅男子直认唔止一巴。佢坦言勾人系因为男方欺骗咗佢，不过男子拎得起放得低。佢话分咗就系分咗，绝对唔会再纠缠啦。